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论影时光，我是小颖。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失踪》，一部名副其实的韩国惊悚悬疑电影。变态的人物设置老潘是人人口中老实本分的孝子，但是私底下却杀害了三个女人，而且是以极其变态的手段羞辱强暴后进行杀害。小雅的妹妹小美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小雅为了追查妹妹行踪找到老潘，不想竟被他囚禁，差点遭受与妹妹同样的遭遇，但幸得警察赶来。不料警察不提，小雅得到手枪趁机逃走，老潘杀掉警察追上，小雅杀掉老潘并连开数枪，最终放进绞肉机中绞碎。在最终的结局其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小雅因为不肯承认是精神失常杀害了老潘，最终被迫入狱。其实倘若小雅能够听从律师的话语，或许小雅能够无罪释放，但是我明白有时候有些言语一旦讲出就是对自己的羞辱。老潘无人性地将妹妹小美放入绞肉机中绞碎，并作为鸡饲料喂养鸡，然而自己却要违抗自己内心，承认自己所作所为是源于自己的精神问题，这种行为是对自己内心的羞辱。作为姐姐，她有责任保护妹妹，为妹妹报仇，但同时作为社会的公民，她有责任去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安宁。其实这部电影在我看过所有电影中或许是最为血腥残忍的，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能反映受绑架者所受的屈辱与苦痛。这部电影的尺度之大其实也是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它可能将所有的绑架中能够遭遇的情形以电影的方式组织了起来，并且或者相较于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个21世纪幸福的祖国花朵，或许有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距离邪恶的强暴与残害很远，或者说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会感觉这是灵魂最邪恶的想法被拍出来的场景。这个不存在于世界，这个仅仅存在于虚拟的想象中。但是抢劫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比如白小燕被害案后，有无数的无辜人被杀。这个社会就像一片宽阔宁静的大海，是风平浪静，可是大自然总会存在一点风，海面总是会掀起一片涟漪。在我看来，能够看完这部影片的人都会得到一次心灵的成长。我们都向往美好安宁，所以我们总是选择一些令人神往的爱情剧，或者是一些叹为观止的神仙剧。可是这短暂的愉悦只能占据片刻心灵的空间。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觉得我们应该通过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来间接地领悟一些不公平与无奈，或许对于未来我们踏进这个社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老潘一样的变态人物终将会受到判决，这是社会公理，同时也是做人准则。我是小颖，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论影时光。